我现在会写一点，就是如果你这个已经完成了，你可以去练它的基本节奏。好，现在大家看一下这里，它是基本节奏，它是 B-box 里面的基础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根基，它跟九九乘法表一样，就是一定要背的滚瓜烂熟，不然它你等于是说你练到后面，你很多 B-box 的谱看不懂，不用说 B-box 谱看不懂好了，就是你连 B-box 都做不出来，对，这种像这种东西也是，基本四大音也是，它也是 B-box 的根基。对，一定要把它做得比较完善一点，这样子你后面练任何东西才练得会。对，好，现在大家看一下这里，现在有看到 B T K T B T K T， 对不对？我们把它做成 B box 的声音，就是，你可以先练不吃可吃不吃可吃不吃可吃，对，可以先练成不吃可吃这样子，它的口诀就是不吃可吃不吃可吃，对，好，现在你们看到第一行，它的发音是。那他的口诀就是不吃可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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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对，练这种刚开始都一定声音会做不出来，所以会没有什么自信心。但是大家不用怕，就是练就对了，这种东西就是练就对了，勤练就对了，对啊。有时候摸一个声音，你会摸个两三个月都有可能，对。这个很难说了，也不用，也两三个月有点夸张，搞不好你要摸个两三个礼拜，对啊，这样之类的，看你摸得勤不勤啊，对，看你有没有很勤奋的去练它。然后现在看下一个，它一样，它的声音跟它上面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节奏感有变化，它的节奏有做变化，就是不吃客吃吃不客吃，它很生活化的东西。它可以马上转为我们人讲话的东西，人讲话的声音跟语言。不吃可吃，吃不可吃。对，可以吗？不吃可吃，吃不可吃。然后跟老师们补充一个点，这个 K， 哦，你现在看这个 K， 它是有个科，科对不对？它也可以念歌，它可以念歌，这个就有点像在骂啊，不是骂，这个就有点像叫哥哥，是吧？哥哥哥哥，把这个歌的音加重，对。我相信很多学生都喜欢骂那个字，他们一定很会这个东西。对，他们喜欢骂那个字啊，所以说他们这个声音应该做得出来。所以我教了很多学生，这个字学最快。对，真的觉得不错啊，有好有坏。你可以念科，好，就是科科科，好，把二的声音去掉而已。念歌，你可以。也是把二的声音去掉而已，对，以此类推。我们做 B-box 就是要把人声删除，完全就是单纯的没有任何人声，完全感听不出来是人声做的，这样子可以吗？然后那基本节奏吗？好。现在看到第一段基本节奏，它是，它如果你做成 B-box 的话，是，
这样子，好。然后第二段做成 B-box 的话，它是。这样 OK 吗？那我实际上希望现场所有老师，就算做不出来，没关系，声音破破的，口水破破的，卫生纸挡住就好，跟着我做一次这样子，去熟悉一下他的发音的方式，对，可以吗？那我们的节奏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的节拍，可以吗？从第一段开始，好，来哦。五六七八，不，大声一点。好，停。哎，不错哎，有声音哎。那个刚刚我听到一些声音，就是那个有没有？不要把它拉长，因为如果你声音拉长，会变成，你声音拉长的话，变成会有点像放屁。对，这种可是大家就是不要多想，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很正常，发生任何事情都很正常。换下一段，一样这样子，我们来给你们解拍，吃不吃可吃，吃不可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，好，准备哦，好吗？五六七八。OK， 所以这就是基本的节奏，但是这只是基本中的基本而已，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基本。对，这只是基本中的基本，还有非常多的基本中的基本，还有非常多。B-box 它为什么现在我发现现在 B-box 越来越多人练？对啊，因为它的东西很活，它也没有什么乐理限制，对，它也没有什么我说我一定要怎样练。你一定要怎样练，或是他一定要怎么练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是这些方法是可以帮助各位，就是比较快跟 B-box 做好朋友，对，会比较快上手啊。这些方法，然后就是像很多老师，就是如果今天上课回去，一定会去 Google 一些 B-box 的教学，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教法跟这个不一样，对。那 不一样，那个不用见，不用觉得说为什么不一样，不用觉得奇怪，因为他是每个 B-box 老师，台中就大概两三个吧，两三个，两个，小唐还有谁？我小唐，没有，你知道还有谁？说你们两个就好，哦，怎么就我们两个？对，好可怜，台中比较少，好像才两三个吧，应该不止两个，应该还有别的，忘记了，两三个那边。台北就比较多，台北因为台北他们的资源比较广大，对，而每个老师他教 B-box 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他教的可是大部分应该说全部啦，教的基本的东西都是这些，这些都是基本，哦，啊，教到后面怎么教不知道，对，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风格不一样，对，好，我现在继续写基本节奏，现在转换成小鼓了。好，亲爱的老师们，看一下这里，就是它也是跟刚刚上面那两段是一样的，它跟上面两段是一样的，但就是转换成小鼓而已。刚刚那是边鼓嘛，就是 K 嘛，我把它转成 P， 改成 P 而已，等于是变成。可以吗？就你把不要把它念，感觉得太难。你把它想的是你在讲话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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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像这个 p 有点像在念注音的 p， 它是念有点像在念 p 啦，有一点，它有一点点像在念 p， 只是它把声音压比较紧而已。对，把声音压比较紧一点。你们可以把它刚刚才练的时候可以把它练成
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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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念，对，可以吗？好，来下面这一段，他怎么做呢？一样，跟上面那个一样，他只是改成 P 而已，好，以此类推是改成 P 而已，他练成一样的意思，不吃不吃吃不不吃。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吃不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吃不不吃，也是这样可以这样念，看看你的要怎么样去练出你的口诀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一套的做法，对，他这个只是一个方法，他这只是一个方法，啊，是让你们自由去运用，对，可以吗？啊，谢谢。好，这样我先把这个擦掉，我写个口诀出来。他这个口诀比前面那几段都还要简单，对，这是最基本的口诀。人家说什么补刺客打刺客那个过时了，他很简单，胖子吃，胖子吃，胖子胖子胖子吃，我们把音加重，胖子吃，胖子吃，胖子胖子胖子吃。这样子而已，对，胖子吃，胖子吃，胖子胖子胖子吃，因为我以前很胖，所以被人家这样叫。他下面那个白色那边，这边下面这一段跟上面的节奏是一样的，只是下面是 B-box 版，上面是文字版。对，现在跟着我念，胖子吃，胖子吃，胖子胖子胖子吃，可以吗？啊，五六七八。胖子吃，胖子吃，胖子胖子胖子吃。好，它是个口诀。对。然后我随便点一位老师，我要听他的大鼓的声音是什么样子。啊，第一排第一位。没关系，因为他这种东西刚开始一定练不起来，这种东西。像我给大家的是口诀，可是相对的，你回去就是要把它全部练熟。就是它只是一个方法，但是你要怎么去做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对，像有些人是，对，有些人是，不然有些人就是胖子嘛，啊，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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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如果连续全部都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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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就可以做的比较像，有点像类似像电影那样，就是他的口诀很像，他口诀是很像的，对吧？声音的那个感觉很像。但是如果为什么我说胖子吃，就是他比较慢，比较容易懂，对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好，现在老师们看一下下面 BTT 这里，好，然后你们看到我画下面画这个局限，它等于是说它三个声音是一个牌子，比如说 BTT 对不对？它三个声音是一拍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在练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把你的唇齿音加重，你的唇齿音就是你在念不有没有？不不不，这样子，把声音加重，把你的声音加重，然后把人声去掉。就是让那种唇齿音，我们讲的叫唇齿音，对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跟着我做，我要看你们的嘴型有出来。
OK， 嘴巴是不是会酸？会，嘴巴会酸。刚开始练嘴巴会酸很正常，因为等于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做久了，比如说，就是我们习惯讲话，但是不习惯，它也是一种语言，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语言就好了。等于是你现在重新开始学这个语言，所以你会觉得嘴巴酸，你会觉得累，对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等于是我们现在重新又学了一个新的语言，它叫 B-box， 对，这样子的意思。